男明星六月份最新机场照来了。不得不说，易烊千玺的衣品永远在我的审美中心，就是简单随性大男孩，但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杨洋衣服材质还有细节设计一直都是干净简洁大方的那种，而且素人借鉴性比较强。灰色 polo 衫搭配挂链装饰牛仔裤，再背个双肩背包，简直太令人心动了。我个人觉得日常还是不要太过于花里胡哨，就这样简单朴素点就挺好的。黄晓明清瘦了许多，眼神多了几分忧郁，灰色 T 恤搭配灰色长裤，身材管理很成功了。宋威龙比例没话说，私服品味也好，搭配的有质感又高级，而且他的私服都是比较偏运动和休闲类，感觉卫衣加运动裤和运动鞋比较多，普通人容易借鉴。不过大夏天穿卫衣真的不热吗？于朦胧、罗云熙、蔡徐坤这身搭配也很特别，无袖背心配饰直筒裤，能让人印象深刻。本来想说这次男明星机场照都还可以，直到看到井柏然，他是穿错女同事的外套了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带货，感觉井宝这身穿搭好贵妇啊，不打名字绝对认不出来。但是戴珍珠项链不是应该穿简单点中和下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清爽一点的文艺风，所以这里面就好感杨洋和宋威龙两种不同的风格，都属于走大街上我会盯一下的穿搭。不过私服都是根据自己的风格来的，文艺不文艺那只是一种风格，不是鉴定标准，适合自身气质且赏心悦目就好。以上，你们觉得谁的私服品味最好呢？